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一条工作 vlog。又肿又素的我，现在要去单位彩排了。我现在在走，我觉得最近好干，这里已经要需要加入一些滋润型的。我今天要化妆师给我用一下我新买的这个蜜桃盘。我第一次自己画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就是很淡，我不知道要怎么上色。我化好妆了，现在去食堂吃饭。天气还不错。我们现在要去活动现场了，本来是两点开始，现在说一点半，然后现在已经1:13了。马上吧。至于浙江卫视的主持人潘荣。高质量的项目，耶！我下班了，走。喉咙很痛苦，喝一下这个湿水。喜欢这样的一日工作 vlog 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我就决定日更。拜拜。